清明节连假的上尾天，水上乡举办着行读环卫迷宫的活动，七号透早伫咧水上溪东公园来举行，以石龙教育结合着环卫产迷宫探险参观游戏，吸引真侪民众大手牵小手做伙来参加。中和国中小学的社区妈妈嘛带来非常精彩表演，水上乡长林湘婷亲自到场陪伴乡亲动乐。伊伫咧即届活动了后，共即个区域嘛准备来。种植红骨仙草，今年水上乡精彩活动一个接一个，邀请乡亲做伙来感受着水上乡的活力。水上乡走读玉米迷宫七号早起在水上溪东公园来举行，以石龙教育结合玉米产的迷宫探险弄关游戏，让社区亲子全家来参加。水上乡中和国中小学校社区妈妈来精彩表演，全程是非常多的亲子来欢喜参与。乡长林湘婷看到乡亲乡亲热情的做伙动乐，尤其在仙草节有极力来推展之后，离溪东公园受到该馆长翁长良重视发展，未来有环境平台发展科技活动之后，这个地区也将正式红骨的仙草。那这个玉米迷宫呢，也是一个就是起手式，因为未来呢，这个玉米迷宫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，我得要底家进陈草，啊，嘛要底家吼特别感谢着吼咱家己管进户我们的翁章良县长吼，他很重视我们的溪东公园哦，在后面的这个溪东公园呢，这一次呢，在去年呢，我们投入了大概428万的经费，要做整个公园的一个改善，未来这边还有一个纸飞机的一个观景平台，还有山炮平台吼。那所以呢，未来呢，溪东公园呢精彩可期，我们会陆陆续续在我们的溪东公园这边举办很多活动。交公所所办的仙草节哦，所以我今日办的项目叫做仙草 DIY 啦哈。那这个师农教育上重要的，就是哈，要让咱这些学习者哈，从生产、处理到食用哈，整个过程都了解了哈，尤其即卖哈。看到乡亲今日发煤产来弄关，这是农田的享乐，这也是一个水上乡悠闲的假日。我非常开心哦，就是担任一个水上乡的地方父母官哦，每一次举办活动都有很多的乡亲一起来共襄盛举，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。尤其是这一次呢，不是只有一个食农教育，我们还有在地的美食，包括这些东西在地有名的。有名的小吃，还有我们的每一个就是我们社区里面的，就是这些妈妈们的一个拿手的一个料理，所以呢，大家都非常的踊跃，看到大朋友跟小朋友一起来这里，我真的是非常开心。所以今年我们水上乡会陆陆续续举办很多的活动，都是以前前所未有的，包括说未来我们还会有水上的乡运，还有去年呢有上千人报名的这个路跑，我们今年还会再加码演出，所以呢，未来水上一定会越来越精彩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乡长林湘婷的活力带着水上乡活跃，期许今年水上乡未来会有更精彩的活动，邀请乡亲融入水上家乡的活力。一斤金纸粘到这大斤，啊，物件搁这多。哇，逐项拢有呢，啊，毋知要倒种，哎，啊，遮阁有呢，有遮嘛足济项诶，啊，但是遐遮济，毋知要倒种，也是咱问头家较知影，啊，介绍啦。头家，哎，姐啊，你来了。嘿啦，我特别来买吼，要来陪忙买金纸啦。啊，遮济是要倒种较好。要用一般还是要用环保诶？有即嘛有一般较环保诶。系啊。我毋知有即嘛有即两项呢。啊，你若要陪忙，啊，无我叫一个专业来甲你宣导一下，好无？阿姨你好。什么叫阿姨？哈、啊，姐姐你好，姐姐你好。啊，其实环保的也好，也是一般嘛好，咱会使减少是上好。即马消防局甲咱宣导的时阵，甲咱讲不要燃烧纸钱，有效的心袂因为你烧侪烧少有变化，心诚则灵。佮上重要的是，咱去陪墓的时阵，粪扫爱炸走，粪头唔通买乌白蛋。毕竟吼，墓地就是像咱祖先的厝，你嘛无希望你的厝像蛋仔垃圾里头。你讲爱是毋是有道理？实在有影，咱对时代吼，再生又好就好啦吼。啊是毋免对这個金砖莫烧伤济，因为即马空气嘛污染啦吼。所以你讲安尼，我足了解，感谢你。谢谢。清明陪墓，粪扫莫乱弹，金砖莫乱烧，该管政府，该消防局关心你。清明扫墓，少烧金纸。
不要乱制造垃圾，丢烟蒂，小心火灾。嘉义县政府关心你。